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那么，咱今日是佛七最后一暝啊，啊，一定是差不多是佛七是结束。那么真拄好呢，今日就是这个国历，诶，这个西元2001年啊，这最后一天。哦，那么呢，一挂少年家啊，才正当这时阵，才当要穿卡出手。伫个即个都市个，伫个遐哩，或者狂欢啊，狂欢啊，欢乐，众生啊，想起来嘛是，咱唔通讲人无耻啦，咱家己嘛是无耻。不哩讲呢，这众生实在是会使讲啊，非常啊，一个，苦中作乐。今日甲明仔载。你想到底有啥物无共？照常是食饭放屎，照常是颠倒梦想。但是呢，啊，因为这个地球啊，你甲算某一点，啊，你迄点你甲算做头前，啊，伊迄月这个太阳啊，月一日，安尼呢，讲有做365天，哦，实际上是不止。是还未到，还未到迄个原点。那么呢，伊就讲哦，啊，这要过一年。那因此呢，哦，那么今日甲明仔载，敢那是阁过一年哦。啊，就学迄个外国人啊，哦，那或者安怎，或者修水啊，修鞋啊，来修一缸啊。那么呢，实际上来真是要讲个，讲咱这個地球啊。咱这个气候的这个变化，那么真是讲跟咱人类生活较有关系，尤其是咱北，咱中国人所住的这个所在，生活较有关系，是以太阴，就是以月亮的这个气候来算，咱讲叫做农历，迄跟咱较有关系。你比如讲，咱今年啊，这个冬天啊，拢袂冷，是不是安尼啊？结局呢？甲冬至迄天啊，独甲冬至迄天，个寒流来，哦安尼，啊特别开始迄阵开始来冷，即个淡薄仔参像一个冷冬天迄落款。你甲看来，古早人千多年前人都会晓算，算讲照这个月娘的这个算法啦。你到该冷的时阵，伊就爱冷，伊就乖乖爱冷，安尼。但是你若照新历落去算啊，七算八算，伊个冬天敢那哩冬天啊。迄个袂冷，所以呢，所以讲，这个欢呼啦，随顺这个世间这种无明啊。那么，伊家己立这个什么呀？立这个过年的这个日子，那么来家己就来为着这个过年的这个方法啦，家己来买下家己。哦，啊，就今日就来去安怎？来去消消停停哦，啊，来去什么？哦，来去啊算迄个时间哦。哦，啊一秒，哦啊两秒，哦几秒，哦啊过年咯，啊再来，哦画个血球啊。实际上，咱看会敢那笑，但是你讲敢那笑，咱家己就是笑的。咱袂使去看别人，咱嘛是安尼。哦，咱世间，你看爱愈强。爱什么遐啊？爱石头啊！你讲阮女将那爱石头啊？啥不是石头啊？迄泉州不是石头啊？为啥？哦，啊，你都爱迄石头啊？啊，若搭了一个石头啊，跌了一个石头啊，咱就感觉好，啊，足欢喜，感觉人生足有意义。所以呢，你回去第一天，我就甲各位讲，
那娑婆世界拢互你，唔达咧呢？极乐世界一粒沙，安怎讲？你有法度看到极乐世界一粒沙，表示着你呢智慧应变，那么心通自在，迄种的快乐啊，是无限，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咱唔捌啦，咱就要掠着咱呀，咱掠着咱己的，咱眼前所看，所以咱会认为什么是快乐？你知影无？什么是快乐？买一双好的鞋，穿一件你认为好看的衫，还是呢？哦，你留着什么头毛？啊，也是你食着什么虾啊？也是你娶着什么某，嫁着什么翁？实际上，这拢是短暂的。这种的快乐呢，拢是跟别人有关系，不是你真正的你自己内心内底所产生的这个快乐。因为咱凡夫啊，只不过永远都唔捌咧为咱的内心内底产生个快乐个，所以咱唔知影讲这种的快乐才是真正内心的啊，真正咱要得的快乐，你唔从来唔捌得个，是安尼。所以讲啊，咱就是爱学佛。爱求生西方啊！你才会去得到。咱若无这个机会，咱若唔下心来去求法，你一直咧娑婆内底咧求，随顺这个凡夫众生所求的这种欲望来去求啊，你永远你都无机会得这种出世快乐。这种快乐啊，你有经顶头讲是超过男女，超过呢，这个饮食，超过这个名利的这个快乐啦，这不千万一倍，不可说，不可说倍。但是因为咱无迄个机会去得啊，所以咱永远都袂晓要，唔知影讲有遮尼啊好，诶，这种快乐。那所以讲，咱要安怎呢？咱都爱死，信西方极乐世界这种。这种的究竟的快乐，所以叫名为极乐，但受诸乐无有种苦。这个诸乐就种种的快乐，你六根拢快乐，身心的拢自在，而一种完全无什么黑暗的，无欠缺，无恐怖，无损失，无变化的上乐。长期之乐，不变化之乐，是安尼。那么阿叔，你讲的几波拢无效啦，我都唔捌得着啦，无得的，确就是无啦。注意爱知影哦，无得着唔是无，无看到的唔是无。你若做，你敢不看？恁做太啊，你敢不看？大部分人拢唔不看。是不是啊？无得甲恁阿公、恁阿妈，你都唔捌看，是不是？但是伊袂使讲无，有你就是有伊，同款的意思。轮回你袂使讲无，轮回因为有轮回才有你，才有咱这种人。所以讲呢，注意，咱呢在这，咱讲叫做过新历年的这暗内底，咱应该爱痛定思痛。来反省咱自己，咱这年来底，咱到底是追求的是什么黑啊？咱康师梦想的是什么黑啊？啊，咱有真正呢向这个佛法呢啊来追求无？咱应该要反省，这是咱佛教徒在这个每一摆过年中间呢，祖师所教啦。好，咱今晚来随顺这个文呢，咱过来个解释。最后一项，咱的文脉解说好了，吼。咱今嘛解说到讲这个下品啊，对吧？下辈往生。那么下辈往生呢，有两种往生法。第一种是乃至实念，这种人是安怎？是不能这个什么遐呢？不能做诸功德啊，假使不能啊做诸功德，那么伊爱安怎？伊爱做一件代志，啊，卖使讲两件代志啦。
就是当发无上菩提之心。即阵我甲各位讲，发菩提心并不是遮尔啊困难，咱呢，一念叫人看到，咱介意的，哦，咱的心真强，安尼，你个消不起啊，无啊简单，安尼，不管是钱财、物资、男女、地位，你看到一样，你无一样，你怨叹。那么这呢，所以讲，咱只要看到咱的念头，咱就改，对。所以过来讲，一见钟情，啊，那么一见钟情，你看到你都未食未困呢，哦，你都思思念念，一直要去。啊，这世间呢，男女嘛是安尼，那么呢，世间的名利嘛是安尼，伊无甲你求啊，伊无叫你来啊，你都一直去。那一向专念啊，你嘛是一向专念，就一直念念，思思念念，要向遐去啊。尤其是男女贪爱，你个想看嘛，是不是安尼？那么这拢免修行哦，嘛免人家你教，你自然会晓安尼。可见咱人的一生啊，咱人的力量，咱人的心是有在条一向专念。迄一种无明男女贪爱，你也免教呢。迄个人大汉的主人知呢。那就是因为咱无量劫的习气。换一句话讲，你若是无量劫以来，你有分修西方极乐世界，向着这个阿弥陀佛的迄个方向遐，你个思维啊，你一生呢，够你听到安尼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，你嘛自然的一向专念。所以佛经内底有讲，讲有人呢听闻了这个净土法门，听闻了阿弥陀佛的圣号，敢若听一摆啊，尔伊就欢喜、感动、流目屎、流干呢，血就流落来，欢喜个安尼，啊安尼，伊就一向专念，全不变，伊个心都袂叮当。自安尼起，世间千万项的好物啊，伊拢看不在眼内。就是安尼，所以讲啊，是有这种人。你有经内底讲，因为有这种人，是啥人？咱，迄咱的一念心，安尼。那么所以昨昏就甲各位讲讲，这是当发无上菩提心了后，伊有法度一向专念。啊，若有这种人，叫做信行人，信行人，伊的信心就坚定。那么安尼呢，实念，什么想讲我爱讲实念呢？因为这实念。有两种解释，第一种解释就是讲，因为伊唔是听闻佛法，用道理来开破家己，伊是伊用信心来坚持的，因此伊也够业障，爱念十念来消伊的业障，那第十念伊就有法度往生。那么有这种讲法是安尼。那么在我个人的解释，那么我嘛不看到另外一种看法，就是讲，因为是信的行人，是以信心来起的，所以讲以这个实念来安怎呢？来随顺，来表现，来搁再提起到伊的正念，伊的信心，实念。那么这实念，这信心起起来，还就是临终一心不乱，以这个实念来表现伊的一心，因为你是信心人呀嘛。你的道理你阁无了解，所以讲爱用实念呢来安怎呢？来专注你的心。迄就敢那讲吼，迄就敢那讲，咱一台车要开的时阵哦，爱安怎？爱啊！伊毋是突然间一摆，迄个时速一百，毋是安尼。伊都要慢慢啊，为零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万，一直超起，啊超到超几秒过了，哦，迄速度就到。迄速度就上百万哦，一百、百二、百三，哇嘞！迄伊是慢慢啊加速，所以讲迄信的心行人哦，信心坚定。那么伊临终的时阵，伊搁再念这十念呢，来提起了伊的正念信心。那么正念信心呢，十念、十念一起了后，迄随顺，迄信心就坚定咯，一直随一直顶流了，一直流了去。一直保持咯，哦安尼，啊，甲临终，哎，依止实念来往生，
这是第二种解说是安尼。那不管多一种解说，总是知影讲，以信心来起，一向专念，那念十念，上少十念。那么刷落去呢，伊就阁讲，就讲，那么呢，若闻侵法，欢喜信信后，不生疑惑，乃至一念。哦，伊个乃至啊，这种人特别，伊是安怎呢？伊不但发菩提心，那么伊个听闻侵法，这个侵法怎甲你讲？什么是侵法？唔是甲你讲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有优佛和阿弥陀，那么优世界名为极乐，那么呢，极度众生呢，但受诸乐啊啊，不无有众苦啊，你相信呐、啊？安尼唔是安尼。伊是要甲你讲安怎呢？伊是要甲你讲，讲西方世界不离你的心。虽然在他方西方呢，过十万亿佛陀之外，虽是遐尼远，但是不离你的心。你一念心起，十方三宝不，十方法界皆在一心中得，皆在一心中。这种道理叫做侵犯，什么是侵？不离一心，或者是侵。因此，你念佛呢，是依咱的是法界之心来念。什么叫法界？因为你这个心骗法界，所以讲这念心不可思议，故作法界一切众生。那么呢，因此你这念心你念的时阵，是用法界心你念，啊，这种法界心是圆融不可思议，一念的就法界之心。因此呢，这个四明尊者，恁去拜迄大悲禅的啊，大悲禅的下的人，迄、那个下的祖师就是四明尊者，哦，伊伫四明山，浙江的四明山，哦，就是四明尊者。伊就讲，伊讲这种心是做什么心呢？啊、哦，不可思议法界圆融的心，不可思议法界圆融心体。啊，这种道理不是真多啦，不是讲大人会捌，但是爱去听闻去思维。我即马你阿讲的时阵，有人伫遐咧困，你呐无法度，伊听唔捌。你即马你甲叫伊嘛，醒一下咧，爱困呢。伊嘛，拄着道理，伊就困去啊，无法度。所以讲，伊就用心的就好啊，无法度。但是，若要听的人呢，这就是侵犯，叫文侵犯，这就是侵犯。那么，咱来解释讲，显然说不可思议法界圆融不思议心体，显然说法界圆融不思议心体呢，显然说法界，因为这两心。骗法界，啊，法界就是你的心。你讲啊，那安尼，你的心中，你，我就是在你的心中，你就是在我的心中。你所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，不离你的心。那安尼是心产生法界哦，不是，心不可生法界。啊，那心生法界，心为心才有法界，安尼错了。安尼是生心才法界，安尼心要为倒来啊？安尼心会使生法界，啊，安尼法界以心来生。我请问你，啊，若无心的时阵，法界有啊无？所以讲，唔是心咧生法界，那是心生法界。这是唯识，唯识就是讲心呢是一切法界的主体，唔是安尼。心无生法界。不离故呢，法界不离心。要找法界，在心中找就有。不过是安尼。啊，换过来讲，法界呢，法界就是心。要找心，找无呢。所以讲六，所以讲这李祖禅宗的李祖，伊家己咧达摩祖师讲，我的心未安。哎，达摩祖师甲讲，啊，你的心未安，无好啊。你有无你提心咧？我来甲你安。伊讲，我找心的心无，找心不可得。密心不可得，密心不可得。那找心找无咧？
所以那刹那中间，伊才会知影讲心不可得，但是有如幻的烦恼，原来烦恼如幻，一切法界呢，当下不离心，但是找心阁无，所以法界不可得，心不可得。但是呢，你若将心看法界，法界如幻如化，哦，有山河大地，有阿弥陀佛，有极乐世界。那么你若以法界角度来看呢，哦，实在上法界不离心。所以讲，心不可得，法界不可得。那么这不可得中间有心有法界。哎，这边怎么讲？你们比如讲安尼吼，你梦中有好，好要甲你加的时阵，你会晓要走。梦中的人对好来讲，人梦中迄个人行好。但是你要找梦中迄个人不可得，梦中的好嘛不可得。但是梦中的人阁是会行好，所以你梦中做梦会走好好着。咱就是今日就是安尼，咱呢不敌这个啥顽强之心，所以咱如幻离的这个啊幻化的这个法界内底，随顺轮回，轮回假苦，实际上是无苦可离，阿嘛无这个什么呀，无涅槃可得，所以讲不可思议。你无法度用心去想的，因为你所想的拢是你的经验，但是这个法界心是不是你的经验所得的，所以不可思议。前头讲说圆融呢，因为伊无欠无缺，对法界来讲，伊不离心；对心来讲，不离法界。所以法界跟心呢是安怎呢？是不一不二，无同款。你袂使讲伊同款，但是袂使讲伊无同款。所以讲是圆融包在在内。那么安尼呢？咱讲叫做圆融。伊个圆融，佮包括啥？包括讲你是凡夫，那么你佮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同款。安怎讲？我问你，迄金啊，咱那个你刷内底，你金矿内底无佮提炼的时阵啊？金啊嘛是金啊，不然个无甲提炼，伊你就看袂出伊是金啊，无法度做破炼，嘛无法度做佛像。但是你若甲提炼出来的时阵，哦，伊就是金啊。啊，金啊，咱就使来做佛像啊，种种。那么做佛像会使来拜？我问你，你若甲金啊吼，提起来做佛像，金啊好拜。但是你若甲金啊咧提起来做啥物遐咧？提起来做贪官。尽人甲你酸，尽人甲你呸，是不是安尼啊？那么我问你啦，迄贪官互人呸，互人呸呸贪呸烂，但是伊嘛是金马佬做的贪官哦。请问你，这个贪官的金马性有滴啊无？有滴啊无啊？有啊无啊？有滴无？有滴。但是伊无法度发挥作用，敢有人摕贪官囥咧桌顶红牌？但是你若个贪官洗洗个清气，捋捋个清气，过来去火内底行，过来定个羊的咱个做和尚，做哎，就会使个请起你。可见啊，迄个来去洗，来去用火行，就敢那讲叫做修行。那么贪官垃圾正人屁，迄就敢那咱欢呼垃圾，无人对咱欢喜哦，咱拢无名。迄个金马生里遐，但金马生里遐，但是咧无法度产生作用，咱就是安尼。所以讲叫做圆融，就是啥物意思？你就是凡夫，你金马生搁伫个啊，无消息。你若是佛，佛咧嘛是金马生落去做的佛，嘛是金落去做。所以讲在凡夫伊无减，金马生嘛是你作用。所以讲，伊是贪官，迄嘛是金马去做的，所以嘛是你的佛性去做。你是凡夫，我甲你讲，你凡夫自有神通，你唔知呢。因为你凡夫嘛是佛性来去表现呢，迄是你的佛性去表，所以你才有通修行，你才知影要修行。所以讲，凡夫有佛性，嘛有佛的内涵。啊，佛的佛实在嘛会使去做凡夫。
你也知道，所以讲佛陀才有才实现咱哦，实现咱众生，实现咱的这个三宝的众生来度咱。所以讲佛性中间自有什么呀？自有地狱的众生道。那么地狱的众生道的心中嘛，自有佛性。所以这就是安怎呢？互相宽容包容，无欠无缺。所以《心经》顶头讲，不垢不净，不垢，垃圾的无算垃圾，清净的无算清净。佛伊嘛，伊会实现做凡夫，唔是讲伊会阁堕落做凡夫啦。唔通困啊，困饱都爱起来啊。佛伊会实现做凡夫。伊会主宰做凡夫，干那咱凡夫呢？实在咱马上一念心向阿弥陀佛遐去，是是心是佛的，是心就是佛，是心念佛，是心是佛。所以说，一念的心体不可思议。所以讲，是安怎咱凡夫会往生，就是因为咱一念心向佛遐离去，阿弥陀佛想到我来咱接引，因为咱甲伊无差无别。想讲讲无差无别，我问你，我甲你讲，你若要做迄个大尊的佛像吼，你是毋是较侪金啊？对吧？啊，你即马你即尊细尊的佛像金啊吼，你甲养，甲养活了。啊，即马你搁去找迄个金啊做贪官，嘛甲洗好清气，嘛甲蛋落去养，养养了后嘛夹到顶，哎，感官是金啊，99.9999999%的，哦，迄金啊，照常嘛养到顶去，哎，你马上就搁做一尊起来。所以讲，意思什么呀？意思讲，你凡夫的心性跟阿弥陀佛的心性是无差无别的。当伊用伊的阿弥陀佛的出性来给你染的时阵呐，你那是一念心向阿弥陀佛遐去，是心念佛，是心是佛。迄刹那，你的佛性嘛跟阿弥陀佛性是无差无别，念到顶。因此，伊给你接引的，你去要接引是无差无别。什么时候接引？就敢那嘿。迄、那个佛像的金仔摕落羊，啊！你贪官的金仔嘛，甲摕落羊，那羊到顶煞无差无别，叫羊去。所以讲，你会使一刹那，你就好念佛往生。你若了解这个道理，你知影讲，你这念心甲阿弥陀无差无别，那么念一句，我就甲佛同款了。迄刹那，你就敢相信讲，临终的时阵，一句南无阿弥陀往生。所以耐己一念，原因就是在这裡。书乃花大声，睡一下，讓你吵到。當你愛睡了，花一下這麼大聲，沒跟花花大聲，你沒記得原來是這樣，結果你也是沒聽到，你只聽到說耐己一念的風聲。反正書我信你啦，反正這樣好，頭前道理我都不知道，不要緊。这就是说入门侵犯，啊！你听这个侵犯，你听了，他对我讲，那就是侵犯了。我卖给你解释什么是侵犯，我讲给你听，那就是侵犯，真歹，真歹办，对不？但是那就是侵犯，侵犯就是这。啊！你听到，你才讲，哈哈！啊，原来吼，阿弥陀那羊，啊，我嘛羊，我只要向伊去，啊，伊羊我，我羊伊，全无多分。迄刹那中间，我一念念佛，一念是佛。啊，伊嘛是佛，啊，怎啊去接应？无差无别。啊，你要信，所以讲，入门心法啊，听落安怎？欢喜，欢喜。过来，相信。你听讲书未甲你骗，佛经未甲你骗，所以相信。啊，虽然唔捌，但是听落真欢喜，真快乐，或者心安。欢喜心啊！或者是讲你听捌啦，哎呦，这好的道理哦！啊，七遍八遍，原来我会往生，因为我佛性跟阿弥陀无差啊！原来念佛是安尼念的哦，用这念不可思议原谅的心体落去念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只要你知影讲这念心跟三宝跟。个法界拢无差无别，安尼只要我相信你，专心一地落念，那是一句西方极乐世界就震动，西方极乐世界中间就一朵莲花就布出来了。只要我信仰，我相信，欢喜。
这个时阵，你每念一句佛号，拢为你的这个什么发戒心出来。先莫说发戒心，你知影这念心吼通发戒，你知道？你相信？你欢喜？你相信？安尼，啊嘛，每一句佛号拢为这种心情出来，拢为这种心出来。嘿，嘿，嘿，跟你本来念佛无共啊！你本来是安尼念，我是凡夫，即嘛你叫阿弥陀佛，安尼要叫我一心不乱。啊，我也是我啊，阿弥陀是阿弥陀，好来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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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念，你一个凡夫哩啊，你念，你拢感应袂出，你拢无感觉到你跟阿弥陀是同款。安尼，迄种符号吼是凡夫的符号，轻胖胖，有些念到嘴破嘛，佫袂一心，无信心。有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即马有无在念？啊，念念念啊，念啊念啊，念啊，困、啊啊啊啊、去啊困去啊，你就感觉讲啊，家己食海苔，是啊，还是海苔无唔对？因为你用你凡夫罗修，你唔是用不可思议的圆融心体罗修。啊，你若是用不可思议圆融心体罗修，你若相信，啊，你听这个佛法，你知影？你每一句佛号乃是一念嘛？你每一句佛号你敢那震动安怎？你每一句佛号拢是为了发戒心落去的。你每一句佛号拢感应去西方遐。你每一句佛号拢震动甲极乐遐去。迄底下内底有一堆莲花，你相信安尼？所以你每一句拢足有信心的。你每一句拢想到阿弥陀佛，安尼。你袂感觉你家己是一个凡夫，所以你才有信心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爱困呢，爱困去困啊！我看他困起来，每一句嘛是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怎嘛？哦，安静了，我听到要害，听听是肉体在听，我的发戒心嘛袂听，你管你？啊，听听我是发肉体生生的听，我的心去予肉体限制啊，不离过，虽然去予限制去，但是我迄个本性甲发戒是通的啊，甲阿弥陀是通的啊，一念就会往生，所以管你去听，听伊个啦。阿弥陀佛，哎呦，够听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愈听愈念，啊，愈烦愈念。啊，念的时阵你袂安尼想，我哪会较烦？我哪会遮痛？我业障哪会遮重？阿弥陀佛，唔知来袂，拢袂去想花的。因为你只要专心一念，阿弥陀拢知啊。是安怎讲知？伊根本就免知，因为你就是伊，伊就是你。所以讲祖师有讲讲，念到尾啊，原来是弥陀念弥陀。人祖师讲就是一个原因，知啊唔知啊？怕跑啊无应效啦，你知影？我去甲神超应效啊。就是安尼，所以原来弥陀念弥陀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讲耶稣，迄是开悟，人家敢讲这个话，咱也无开悟，咱无开悟无唔对。但是你爱知影，咱是以理，咱是以迄教行理三经有无？教行理，咱是以教来贴这个理，迄叫做大开眼界，迄就是天台宗的修法，以道理来了解，迄唔是用参的。你知道意思？那是用道理一直问，一直问，或者入门侵犯啊，欢喜性啊，安尼啦。你今日就一定入门，你今日就去听心法啦，啊，就性拗起来，你知影无？啊，就欢喜呀。所以你来拍扑克，啊，即嘛呢？好、哦，那么呢？不生疑惑，未产生怀疑甲迷惑。什么叫做惑？惑就听唔捌。诶、欸，那是你讲啥？书啊，佫讲一摆好，他都我困呢。比如讲安尼，听唔捌，迄听唔捌，或者黑、未黑，安尼。啊，疑是甚物黑啊？敢有影？敢有影好好康？我著烦烦恼恼，我敢甲阿弥陀同款？嘿，无啥同咧。我敢有影一念就往生？嘿，唔通叫拼的。你去拼的，你唔通骂我啊！我甲我无关系，佛祖讲的，迄佛祖讲的啊，使讲我甲你拼。你讲佛祖甲你拼，哎、欸、哎，你家己诽谤佛法咯，迄毋是跟我无关系，爱知影，迄是佛经讲。只是讲有安怎甲你解释哦清楚，无甲你解释清楚，迄差别伫遮尔。啊，我拄我都讲啊，唔通困啊，爱醒起来，就是安尼。即、這个年最后一工，啥物你困来遮你困，哎，紧紧足安尼。啊，我读书，我伫里要困呢，甲拜托隔壁的人甲你念啊，对无？大腿甲你念啊，对，甲你念一个啊，啊，毋则袂困。无法度啦，这生性的。那变啊，讲到这种侵犯哦，都有人会困呢，这无法度。算讲你是来庄严道场的，不是来听经，也坐一家尔呢。啊，不要紧哦，
有听都有应效，你加加听，你就分修自然，你就会办。所以意识，你未意识，就是信修啊，信啊，信是你信这项，不是净土真宗讲的讲。哎、欸，我相信阿弥陀给他接引啊，我唔爱问你啊，是给你接引啊，伊哪就给你接引，你就是伊就是你，较多爱接引。虚空接引虚空，无这个代志啊，所以讲无需要接引，是信你就知啊，安尼。啊！伊净土宗有个人就讲：阿弥陀，敢若阮阿爸拢真听话，啊，拢会甲我接引。三八，什么恁阿爸？阿爸是凡啊凡夫，恁阿爸是不是安尼？迄拢是颠倒，伊未晓要信这项心，这项心你若信落去，那就叫伊阿爸，是不是安尼啊？祖师讲的啊，安怎？甲诸佛菩萨共鼻孔咧呼吸，与诸佛一鼻孔出气。你知道意思不？原来是弥陀念弥陀，解是安怎？解是平等里阿哩坐。当然，虽然是安尼讲，你袂控告啦，你嘛袂控告，你知影？你见，我今嘛阿弥陀佛啦。我免啥念嘛，我一定是阿弥陀佛啦。歹势哈，师父安尼讲哦，那安尼，你若安尼想，是你家己起颠倒哦。我无这意思，我是讲，你阿个是一个那金马座的贪官，阿个是安怎？啊，佫互配谈配烂，垃圾垃圾的。不如讲，你个金马性拢无变个，你即马上金马性厉害哩念，知影无？你讲哪有法度？我金马性，我着真哩干破烦恼，我较会知影金马性。啊，着一心向佛。你每一句的时阵，你拢知影讲，虽然我唔知影金马性哩大意啊，不如讲念落去就是金马性哩起作用。虽然我唔知，听有无？不要紧，咱唔把婆啊拍较大声咧，无得个拍法你都捌。爱知影，是安怎讲？我虽然唔知伊是金马性，但是我主要专心相信落去念，我就迄伊就咧起作用。因为安怎？因为除了这以外无别项啊。除了佛性以外，你身躯无别项。你起烦恼嘛是佛性，你起烦恼啊。啊，你轮回嘛是你的佛性带你去轮回，那无别项啊。我问你哈。海水是海，是水。那么海影嘛是水，海影都敢若咱的烦恼。但是我请问你，海影什么落做的？海浪啊，海浪什么落做的？什么落做的啦？什么落做的？来讲一句啊，什么落做的？什么？海水做的啊，海水做的啊。啊，海水就是佛性啊，佛性啦，海水就是佛性啊。所以讲，你的烦恼什么落做的？什么落做的？较大声的，免惊，较大声的，讲。什么落座呀？佛性落座的啦，知影无？所以讲，你去颠倒都袂要紧，你只要一念甲想转来讲，啊，我有佛性，我即卖用佛性来念佛，来用圆融不思议心体。虽然我唔知伊啥物东东，但是我知影迄就是迄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嘿，我用这自性落去念清净的佛性，要感动法界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你马上转来，你马上转来。你若去看到辣妹，目睭看到要破窗，呵呵，难做。迄个时阵要安怎？不要紧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法界辣妹甲我拢共款，拢是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心就转来。你毋是你家听，去甲试看麦。今日下暗一定食侪辣妹，你去甲试看麦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母一个袂转来吼，莫怪我哦。啊，你爱知影用安。迄就是一念心，祖师讲的，转来找家己，就是这个啦。所以讲，你甲看，这是叫做天台宗所讲的道理，听听甲禅宗足像的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啊？啊，结局天台宗甲禅宗，你讲啥？结局是你讲净土。所以讲，自古以来，祖师就讲，修禅修得好的人，一定会念佛；念佛念得深的人，一定知影禅。人讲就是讲这个啦。你讲这個，他都要讲，迄敢那禅呢？是不是安尼？实在讲用天台来讲，所以天台跟禅同款。啊结果天台跟禅，结果是你讲净土，是你讲阿弥陀佛的代志。爱知，这就叫文情缘，就是这种情缘。这种的心，你唔惊伊什么烦恼唔烦恼？这你只要烦恼一去，你也要转来洗家己。哎、欸，这啊！这烦恼嘛是不行，你动作的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哎、欸，你唔是去求。
你是用你的自性念出来。迄个净土净宗讲，阿弥陀，阮阿爸，阮要来去找阿爸。阿弥陀拢甲阮准备好啊，阮要转来。迄是神卡方便讲的，实际上讲迄个是淡薄仔三八，唔是安尼。迄是无了解，不要紧。伊若安尼讲，你嘛随顺伊安怎？伊干那捌这个道理啦，你也好讲。但是迄种讲法，实际上是离开了家己的自性，你讲。一定不是安尼啊！咱免倒去，咱本来就伫家里，知影意思无？所以讲，这个时阵讲到家来，你就知影讲，大乘佛法的内涵住在净土中间。所以讲，相当讲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门，你在家看出来，是你在家看出来。你若捌这个道理，谁敢讲净土法门是一个老阿婆啊，唔捌道理的人念的，嘿，家己起颠倒。是不是呢？所以咱这个菩萨，虽然今日听几波，还佫听唔捌，你会使下摆人讲，哎，你念佛的阿婆啊，你念，你都要跟人家讲，谁讲？用净土法门偌侪深道理的，你敢知影？我这用自性念的呢，你安尼个，较臭蛋，知影意思无？安尼吼，伊就讲，哎呦，我这阿婆啊，真厉害哦，袂使随便佮讲。安尼吼，卖好佫诽谤，知影？啊，实际上我嘛唔捌，袂要紧，你知道？你讲我用自性念的哦，啊，写什么是自性？自信就是讲，你相信你这点心跟祖父无差别。虽然这点心不可得，找无的，但是伊自有作用。这天台宗顶头讲讲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啊，这道理就搁较济哩啊，较复杂去啊。啊，咱卖讲到遐去，不离讲，迄是为天台宗道理所换出来，那么爱了解，哎。那么呢，咱拿安尼来了解了后啊，这个文搁再甲看了，讲你都未成依歇，啊，你未成依歇，你每一句符号你拢真清楚了解，那是啥？所以讲临终一念就好啊，一念就好啊。所以讲乃至一念，念以彼佛，用念一念来念迄尊佛，实际上就是弥陀念弥陀，哈、哦，甲十方诸佛共鼻腔的喘气。彼刹那，念以彼佛，以智成心，愿生彼国。处理临终时，以智成之心，以智成心。那玄奘爱智成心，你也知。咱是凡夫哦，即马修还阁是凡夫哦。咱是无证到这念心哦。咱是讲咱相信安尼哦，无依迄安尼安尼哦，唔是讲咱去证到，什么都证到，证到你的边天正地啊。你念佛也好，无念佛也好，你随你的缘去往生啊，你知影无？哦，咱是无证的，咱是讲了解。啊，即马了解了，虽然是了解，迄叫做理行人，理行人，理捌。但是理捌嘛爱以理来起迄个行，所以以教捌理，以理起行，或者教理行，教行理三经，教行理三经，一照讲是教理行三经。那你回向时是不是教西方极乐世界吼？教行理三经有无？吼、哦，这个依正说法是不是安尼啊？就是你讲一件，所以依教不道理，依道理来起行，这时候来起行，行安怎行呢？依自性之心发愿往生。你知影？虽然我甲诸佛无差别，不离过，我嘛是凡夫，爱如幻来往生，如幻来往生。就爱发愿，就想爱发愿咯。所以有人讲，人阮那是自性咧念佛的，人阮免念阿弥陀佛，阮自性咧念。那么呢，阮嘛免求西方，我自在心中都有西方。迄种人是颠倒。安怎讲？因为你自性有西方，我问你啊，你迄个自性的西方到底是甲迄个西方有差别无？那是有差别，你的自性的西方另外有一个，是不是安尼啊？迄是颠倒。我都讲过啊，一念心骗十方，是十法界。所以讲，你若是执着你的一心，你的心中的自性的自在的西方，结局你下离西方极乐世界，是安尼有多我的迄个西方，安尼你是两种西方，有处有下，你无彻底了解法界圆融自性之心。所以讲，你都要知讲，你的自性的西方，嘛是甲西方的迄个十万的佛陀之外，西方是同一个。所以讲，不求往生，离求往生，虽求往生，实际上是无往生。
所以嘛，实际上是无去，但是生一定生，或者生无生之意，生而无生，生则时生呐、啊，往时未往，所以净度生无生论就是安尼讲。净度生无生论，就是讲你实在上是生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你人无去，安怎？你自性内底生。所以讲这种人，所以讲有诶参禅诶人讲，那阮免求生西方，阮求阮诶心就好，迄是错误之见。求心就是求生西方，求生西方不坏求生，求你诶心。啊，那么呢？你安尼，所以讲你爱起自性之心。那么起这个自性之心，照常爱如幻求生西方。这种人，咱虽然是凡夫，永远了解这个道理，一念心来求这个西方，安尼。那这种人，可能是临终的时阵听到这种道理，伊才相信。那么伊，乃至伊在世，伊嘛知，不然讲伊无证到安尼。所以讲伊嘛无法度修诸功德来庄严伊自己，吼、哦。不如讲一百个道理。那因此呢，乃至是念伊安怎呢？无功德来庄严，所以讲伊迄个贪官还阁是垃圾的。但是虽然是安尼，但是决定伊的往生。伊往生的方式是安怎？文讲：处人临终时，梦见彼佛，用做梦，用做梦。迄个比中辈较降一级，上辈是看到真佛。哦，看到这个殊胜的应身，甚应身。中辈的人是看到真佛，就敢那一顿六笑安尼，佛安尼啊，较庄严一出来。伊即马呢，乃至伊无啊都在清采的中间看到，伊死去迄餐啊，敢那做梦的；死去迄餐啊，敢那在做梦的。伊的梦中梦梦会去看到，敢那在梦中看，迄看到的吼无真实，但是你会起欢喜心安尼。梦中全给你接引去，梦中见佛，安尼，你梦中见佛。那么呢，这是梦中见，迄不是安尼真清彩，安尼全看到，唔是安尼，所以梦中见，所以境界是较低，但是伊究竟看到。那么呢，功德智慧处如中辈者呀，这是功德甲智慧啊，因为你无修足功德。好、哦，你敢若听闻这个心法，啊，你相信啊，尔，啊，未起修，啊，未修诸功德，啊，未消种种的业障，啊，未去证，是信，那尔，是信了解，信这个道理，那尔，啊，未修种种的功德，所以讲无法度庄严到你的自性，啊，未庄严到，迄当下这个贪官啊，未好啊说，不如讲你知影讲这个贪官真值钱，安尼，啊，所以你去啊提起用吗？安尼，啊，全叫阿弥陀接引去咯。所以因此安尼呢，功德智慧当然较减，搁再比中辈较减。好安尼。啊，但是你会感觉到无？这种的人，伊是听闻侵犯。那么你会问讲，啊，那上辈咧，啊，那么中辈咧，伊难道无听闻侵犯啊？这件代志爱是可以解说一下。听闻侵犯，迄叫做文解、文解、文解，这种是不得力。但是咱知影吼，即马这个社会，大家拢读书啊，有读书都嘛使讲学做不得力啊。但是不得力，佫真无体，不愈做佫愈无体，是不是安尼？越来越无耻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安尼啊？啊，无智慧，所以讲听闻慢，吼、哦，佮有智慧、有实践，这是无共。咱家讲的讲听闻侵犯了自心的这个性傲，那不生未黑啊，不生未黑啊。这呢并无代表讲伊是修去啊，有修啊，这并无代表安尼。因为修是爱忏罪，是爱布施，是爱呢去参去了解，乃至加念佛来卸家己的业障，信心甲毅力，乃至呢增加了家己的福报等等。那么这呢，在这中这下辈来底呢，伊强调的是讲，你家吧，先家吧，啊，伊梦中见佛，这种的有淡薄啊参详呢，这个净土真宗啊，伊呢，因是安尼，伊嘛是认为讲，哎，这会往生，嗯，阿弥陀替我安排好啊，那么呢，往生的资源我一定有啊，伊相信欢喜，那决定来往生。
但这种的伊功德无完完修，因此接近这个下辈，那么呢，伊是梦中见佛。那么日本的净土真宗讲，因是这种往生，或者啥，或者生做报身，看到是报身佛。依这经典安尼来看，伊根本就是梦中见佛，是梦中之佛，伊境界并无遐尼高。伊嘛无了解到这种什么遐，无了解家己的佛性。你无量寿经内底下关的马骝，上尾啊遐，伊搁再讲到安尼。胎生之人是安怎样啊？就是无了解家己呢，是甲祝福同款，无相信家己的幸福，这种人。所以这种人虽然有信心要来求往生啊，生起遐哩是偏低。所以讲，这拢是接近着日本净土真宗的一种道理。所以讲，这种人已经偏执，伊所写的文章非常的偏执，别人拢唔对，干那伊个才对。伊这才是真实的往生的人，吼、哦，伊嘛讲到安尼哦，安尼真肯定安尼，哎，赤诚，迄五级赤诚，五万真恐高，你看伊的文章，你就看得出。那这种的少年加开去接触到，所以爱嘛爱甲各位讲，实际上这种的拢是生偏低，上最是生下辈梦中见佛的人，伊因为往生无唔对，吼、哦，这种爱了解。所以讲，照讲爱安怎修咧？爱听闻佛法，那么修诸功德，持戒，听经持戒，修诸功德。啊，那么呢？啊，搁再用这个一念真心来念，哎，万无一失，吼、哦，万无一失。啊，怎讲万无一失的？咱持戒，咱袂作业。临终的时阵啊，迄个业障未现前，不但安尼，这个护法神拢会甲咱护。哦，安尼咱临终无障碍，就好起正念哦，嘛较袂去钓什么怪病，对吧？是啊。那过来听闻佛法，尤其是听这种深法，听过我甲拄啊讲的，讲用这个法界不思议圆融心体落去念，啊那安尼呢？你往生的信心的坚强。那么呢，这临终的时阵啊，你袂起迷信，会惊讲我拢无修，我修得无好，阿弥陀唔知要来袂？你知影，迄不是阿弥陀要来唔来？伊的本愿一定来，是你的心只要那相信向遐里去，那么伊自然会感应。迄就敢那印光大师讲的，迄铁石啊，迄吸铁会烧吸同款。所以你的信心自在，无怀疑自己，无怀疑佛，嘛无怀疑法，临终三疑未起。你道理吧？啊，安尼了后，搁再修诸功德，或者净土三福有无？读诵大乘，孝顺父母，吼、哦，供养三宝，那么呢，持戒清净，这落就修诸功德啊。准好心，讲好话，做好代。安怎讲？安尼呢？临终的时阵，善心保护，刚才我头先讲的戒心来保护，无单紧会庄严到咱的什么呀？咱的智慧。虽然咱也未开悟，但是因为修诸功德，福报会滋润到咱家己的智慧。你爱知？无福报的人，决定无智慧的；有福报的人，慢慢啊，伊智慧就会起。咱就做啊，古早人讲过说：福至心灵，福至心灵。好，若到伊心就会灵，伊就知影讲，哎、欸，这样子袂使，这样子啊。所以讲有福报的人，伊袂去安怎，伊袂去车弄着，啊，伊袂去了钱，伊做生意唔知安怎做，安怎赚，对不？想讲安怎做啊？伊唔是公公罗做乱做的啊，伊就安怎该投资的，伊会去投资；，迄无该投资的，伊心内家己会知影，买咧，伊自然卖去投资。所以啊，安尼，哎，伊就安怎，袂去了着安怎该了的，爱去赚着该赚。所以有福报，伊自然伊迄智慧会带去找伊的福报。所以讲修诸福德，修诸功德就是安尼。我所以我顶条我嘛讲，我爱修福修功德。这个功就是安怎听闻佛法，互家己解脱，互道理啊解脱家己，啊，佮去修修咱的心。安尼有解脱之能为之功，有感化之效为之德。
所以咱有道德，会使感化人嘛。所以功德，功德就是安尼来讲。所以你感化别人，安尼。那么呢，安尼反处主理，你安尼，咱安尼修，那就是古早祖师所说的。世界听经闻法，那么呢，多孝修诸功德。那么闻亲法，那么不生疑惑，欢喜信修，那么乃至十念。一念决定往生，更何况咱不止是念，咱搁加念佛。那么你会问讲，哎，安尼这时阵我加念佛是要创啥？加念佛，予咱增加咱的智慧，减少咱的业障，忏悔咱的业障。搁再来，加念佛，予咱的心向佛遐去，向佛遐去，帮助咱临终的时阵正念提起。所以加甲阿弥陀佛结缘，加甲咱内心内底。不可思议的迄阵阿弥陀佛结缘，所以是原来弥陀念弥陀，啊你加念家己呢，迄个明灵主啊，印光大师讲明灵主，家己念讲我是啥，我是啥，念家己念好久，你是心念佛，是心做佛，你加念讲我是佛，念久你就是佛，你加念阿弥陀，你时时念阿弥陀，临终你自然成阿弥陀佛，你心就跟你自性中间阿弥陀相应。唔惊临终有障碍，你决定往生，所以嘛爱加念佛。所以讲加念佛、加听经、加持戒、加修诸多孝、修诸功德，安尼来综合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你一生唔往生也困难，这是阿弥陀佛、释迦佛陀亲口所说。那么这摆嘛，简单随这个文，总共搁再讲各位讲一摆，啊，希望注意转去。爱安的道理来加修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用安的道理来加行，那么好好用你的信心，那么呢，虽然做种种的功德，好好来念佛，嘛唔通讲啊，我知影，我全无做功德，嘛是爱，吼、哦，安尼来念，安尼，今日讲到这，阿弥陀佛。咱来回向，吼、哦。能发菩提心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啊，咱三皈依，迄就是咱自修自利利他的开始。哈，诸皈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。法无上心，诸归法，当愿众生成立经藏，智慧如海；诸归经，当愿众生通利大众，一切无碍。咱总回向，愿意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。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诸一报心，当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用这个法界圆融不思议心体来念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